看到哎，常住师傅吼，伫个禅堂啊，啊伊吼热天啊，啊衫裤拢澹一过啦，啊穿个雨衣，我看到足感动个呢，讲啊普通个庙师嘛拢无安尼啊吼，啊哎啊过来佫看因讲，在做鞋啊，吼啊做蜡烛啊。啊，佮煮个迄个阿摩陀茶啊，安尼的生活，啊，佮去帮忙人哦，我真是足感动的啦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，为您推荐的好戏阿宽。今天呢，邀请到这两位来宾本尊分身为各位做介绍，欢迎阿宽师姐。主持人你好，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婷婷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阿宽师姐，跟你请教，女人是水做的，对，你自细汉开始遇到一挂困难，你会爱好无？我看到心足痛，啊，就想讲会要安怎甲伊帮忙。所以拢是看到别人艰苦，你唔甘哦？对呀、啊。啊，家己的苦，你会平常无？頭頭你会偷偷啊哭无？有，有足接哭的无？哎那，算讲，但艰苦的时拢会走去先生的房遐哭。啊，真的哦。嗯、但委屈的是艰苦的时，委屈的时阵去。嘿，好安尼哦。会去家己。连你的好姊妹啊，伴你，该家己讲你心内苦。较唔敢讲呢，惊人笑。哎呦，真的哦。对呀、啊。所以拢无得讲啦。所以你得一直拢安尼。阿妹啊，你家己有发觉讲，差不多什么时阵心有较开无？发觉就讲我爱饲只囝，啊一定爱坚强起来。所以吼，我袂用定定在悲伤，身体过好爱来带只囝。了解。我咧运动的时候。啊，就一个师兄在讲讲，阿宽阿姐啊，咱吼，花莲一个师傅哦，修甲足好个哦，伊吼拢无妨强勇哦，啊，搁在救人啊，我就甲遐运动班讲，咱无来甲看嘛嘞，吼，啊，就有列车，啊，我就参加列车，我招六七个吼，啊去，啊，这个表示吼。那甲咱普通拢无共款，因为足朴素的，有三尊的佛祖吼，一尊是释迦牟尼，一尊是地藏菩萨，啊观世音菩萨，啊其他啊无讲红点灯啦，无红的添油香，添油香啦，啊个拢无足简单的，啊个出来看到常住师傅吼，伫个禅堂啊。啊！伊吼热天啊，啊，衫裤拢澹一过啦，啊，穿个雨衣，我看到足感动的呢，讲啊，普通的庙师嘛拢无安尼啊吼，啊，过来佫看因讲，在做鞋啊，吼，啊做蜡烛，啊佫煮个迄个阿摩陀茶啊，安尼的生活，啊佫去帮忙人哦。我真是足感动的啦，吼！啊，上人吼，拢安尼散啊，还佫哦，安尼做遮侪大好代志。哦，我就咧想讲，我咧找讲信愿行吼，即个行，毋知要安怎行吼。啊，我找着啊，我就从安尼吼开始，一直等来，一直就会完。了解。有没有从这一段学习到什么？有，就是在这一段，我就觉得说，第一个，要学习阿宽的坚韧，然后他的善良，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。真的要学习，真的，其实没有过不去的苦，真的没有过不去的，对不对？迎刃而解，要心要宽，要正能量。所以因为安尼，因为是你有这款的想法，反正过几日算几日，问题一行一行慢慢来解决。所以我会记得你跟我说过，说
因为你有这种想法，身躯边就侪人跟你斗相共。假如是你家己熟悉的朋友，还是讲其实因查某林先生超群啊，伊本地的拍好足好的基础，一挂贵人拢伫个，知影恁有需要，会伫个边啊跟你扶持。因为先生拍基础足，对人哦足尼好，嘿，而且帮忙人足济，所以厝边个一个朋友吼。叫你给我帮忙，了解。不过我感觉你的个性，你也会记住吗？对啊，也个性的啦。跟孩子说说，那个不用学别人收东西，因为我们自己要有那个坚强的心，不能说，只是想说要收东西向上哈，给人提物件，迄是一种意志嘛，对不？咱的志向就是唔通凊彩伸手，但是有虾米款的情形之下，你会感觉讲不要紧，我今仔吼先和你甲我斗三工，连工我搁安尼加倍去甲你和我的爱去付出给别人，有虾米款的情形之下，你都会接受别人的帮忙？有一年哦，囡仔哦，叫你。差讲要爱买新衫，可是实在是都无钱啊，唔知要安怎。啊，都讲袂要紧啦，啊，都你都爱穿啊，这鞋啊是讲各个鞋吼，啊就细细的、乌乌的都真水啊吼。啊，可是吼，迄个伊都搁一直差，啊，我唔知要怎么办。啊，有一日，阮先生的朋友吼，甲因太太，伊就讲，我拢唔爱接受人的帮助吼，伊咧想办法讲啊，过年都到啊吼，啊，无我有办法，啊太太就吼去买阮囝吼四个人，嘿，春秋吼，啊一人一束摕来。啊，摕来的时候，我阿出去捡囡仔，啊，因遐囡仔就讲，袂用哩，阮妈妈吼无答应，无答应，好，啊，我阁拄好转来，啊，拄转来，阿伊就讲，啊，但我都买来吼，啊，你是安怎啊？唔接受噶？啊，我就是讲啊，啊，都囡仔遐尼爱吼，遐尼迄落，啊，所以足感恩的啦，感恩遮个吼。朋友安尼吼，啊，我伫拄好即困难的时啊，啊，我都欢喜接受好啦。哎呀，这段我没有演到，是吼，所以你看他其实都会很知道什么时候该有什么分寸。我觉得光是这样子一段小小的故事，一种教育身教。对不对？甚至会去觉得说，其实对孩子来讲，现在的生活物质绝对是很充足的。可是我觉得你一定也会有你的自己的一个想法，希望孩子他能够惜福感恩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要懂得感恩，然后惜福孝顺，这都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在行有余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，帮助别人分享。哇，所以真的先生打好了很多好缘的基础，在您自己虽然带四个小孩的过程当中有来有往，对，然后也促使你可能更年长到了六十几岁有机会去认识到慈济的时候，也变成去帮助别人的人， 对， 对不对？哇，一切都是这样子累积起来的。对，我们的婷宜一定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很多，我非常有福报，的确是，真的真的。明天有非常精彩的阿宽，欢迎您继续往下看。感恩两位今天的分享，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，我们明天见。啊，就一个都爱一直在烦恼，讲伊拢无钱，通来叫三宝啊。啊，我唔知影，我出来就看到讲啊，你当是伫遐创啥？伊讲我无得要生啊，要生的。啊，倒来我都无钱通请三宝啦，哦，袂要紧，今仔日休困啦，我免费甲你接生。